整红素金台北报道，演员张庭湖、姚艺晴、林心磊、张丰豪、宋伟恩、胡北云、薛俊浩为宣传 TVBS 翻墙的记忆。昨在台北裕达高职举行见面会，晚上则前进台中丰泰夜市扫街，粉丝热情挤满整街道抢签名与合照，甚至有粉丝当众以自制海报和礼物向他们爱的告白。今晚剧情老 K 吴念轩在学校金牌为了心爱女生和学长打架的重头戏，而和吴念轩演对手戏的这位学长演员其实大有来头，不仅专业拳击手，也是全国散打高手。不过吴念轩在这场动作戏展现出来无人为爱，可以不顾一切的狠劲，气场之强大，不但让导演和润东非常满意，也让武术指导竖起大拇指称赞吴协调性很棒，学习能力很好，不简单。吴念轩问这场戏日经挫伤没有少，自己下戏后则表示真的要打人，根本就不敢打。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翻墙的记忆三分之三奇美，周六晚上10点日 TVBS 欢乐台42频道播出。吴念轩为爱与学长针锋相对， TVBS 提供翻墙的记忆，演员群丰泰夜市扫街， TVBS 提供吴念轩为爱与学长针锋相对， TVBS 提供。